秀水乡明山街69巷边啊一条排水沟，长期因为塌掉的关系，每到落大雨拢会造成淹水的状况，影响着附近居民甲农民的生活。因此，社区理事长甲村长向公所申请，15号早起，乡长嘛查着相关的人员来到现场会勘。乡长是带着相关人员来到排水沟进行会勘。村长表示，这条排水沟长期塌掉嘞，每到落大雨拢会造成淹水的灾情，因此是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处理改善。主要就是咱这个，咱古地加工在万山生啦，万山生伊规内底所有的排水就是按这条才出来，啊，所以这条即摆吼，塌了有较迄落的时阵哦，再装来再吼，若建了落雨大雨的时阵，再田的拢淹水啊，甚至啊上水的时阵哦，是跨到这条路，啊，所以希望吼，县长吼啊。顶头跩管护跩当当，然后一条甲咱创个好势哦，迄个啊排水较好咧，较不会影响着跩做穑人甲厝个跩迄个，若厝内入水着种好个安尼吼，啊希望吼会当人帮忙一下安尼。哦啊，这条路阁无头，到迄个当时只无头，只200几米，甲咱做透到民主街去。哦，咱再要出入个时阵，要民主街去较方便安尼吼。伫会勘现场后，乡长表示，伊将会积极向管护申请经费，希望早一日来改善这个问题。这条是明川吼，真重要这条路。啊，但这伫民生街头甲这个吼，这条到这登去啊，啊，佮这条伫头头甲民主街，头甲民主街，所以这条啊接无头，接无头，第一种就排水，因为排水拢袂通嘛。啊，佮这条这拢有路咧，有诶路途，但是拢无做，真重要，佮这拢无做吼。即、哦、我即想办法，哦，向管路来争取。哦，来泡通，泡通吼、哦，啊，若到官府若无钱哦，乡公所都要想办法，哦，一定爱来完成，哦，因地方会需要，真需要，哦，所以伫会勘探查，我拢是拢来现场看，若无需要，我来解释，啊，若需要，咱先来清楚。长久以来，每到落大雨就淹水，这个状况是予居民真烦恼，嘛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改善，嘛会当予用路人更加安全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秀水采访报道。